这就是意识，这是无明原型。你在对外扩张，用你的习气，用你惯有的那些行为的表态，要拉拢某一种关系。这个一定有人的存在，有事的存在，有我的好奇存在，这所有点点滴滴的存在。像这种呢，总是在世间事绕，对不对？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 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，阿弥陀佛。